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40几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前面有3个问题，是我们内部同学提出来的。第一个是关于弘法人才培养的问题，他提了3个。第一个就是师父常讲学习弘法的法师，在修学没有得到定慧以前，不能单独出去外面弘法，接触大众，容易受名闻利养的诱惑。但是社会大众啊，又渴望接受圣贤教育，特别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可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灾难。如何能解决既不能沾染名闻利养，又能帮助社会兼善天下，这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呢，势在两难。如果不惜牺牲个人啊，那就是个人可以堕地狱，可以变魔鬼附身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经不起这个外面的诱惑啊。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眼前大众得一点利益，你堕魔鬼也好，堕畜生也好，你有福报。为什么呢？弘法利生是福啊。你比如畜生道里面，现在呀，富贵人家养的宠物，那就是这一类的人啊。卧轨道里面呢，你做山神、做城隍、做土地，这是福德鬼啊。做鬼王，有许许多多人供养你，这落在这些道里头啊。这个例子很多，谭旭法师有一个参禅的这个徒弟啊，这个禅修功夫也很不错啊，他做到了这个江苏金山寺的首座和尚。那以后被冤亲债主缠着，跳水自杀了。实在讲，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冤亲债主把他拉下水去的。死了以后就做土地公了。就是在他们寺庙前面一个土地庙做土地公了。地仙法师常常举这个例子来警惕我们。只要沾上名闻利养，没有不堕落的啊。道业不能成就，但是福报是不会消失的。你修的福一定有福在。虽然做鬼呀，他做寺庙里面的守护神啊，当土地公。所以
古大德、祖师大德呢，他们的教诲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在今天，这种教诲呢，行不通了啊？为什么呢？民主、自由、开放、尊重人权，所以现在不能教了啊。现在是父母不能教儿女，为什么？侵犯人权。老师也不能教学生啊，学生他有他的人权，他有他的自由，你不能干涉他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换一句话说，你的亲人、你的老师帮不上忙了，那只有靠你自求多福啊。怎么样不被诱惑是你自己的事情，被诱惑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在一生成佛，确实是自己成的，你自己堕阿鼻地狱也是自己堕的啊。一定要晓得，外面人没有人主宰你，也没有人干预你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就是民主开放的时代啊，崇尚自由的时代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唯一的就是不能舍弃经教啊。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常说，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啊。三天不亲近圣贤，完全被外头境界转变。现在外面的诱惑力量比从前超过10倍、100倍都不止，这是真的啊。在这半个世纪之前啊，我们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社会虽然有诱惑，没这么强烈啊，没有这么普遍啊。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小学生自杀的、儿童自杀，没听说过的啊。现在你想想看的时候，小学生自杀的时有所闻啊，啊，老人自杀的啊，老人院里面的老人这都是严重社会问题啊！从小他就污染了，污染了一辈子，他怎么能回头啊？我们今天能遇到佛法啊，能够出家，这很不容易啊，稀有的福德因缘。这个福德因缘你能不能保住，你能不能借着这个因缘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全靠自己啊。要怎么修呢？我提醒同修不止千遍了，一定要扎根啊。换一句话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弟子规，没有弟子规就没有十善业啊。可以说十善业的落实在生活上就是弟子规，所以你没有弟子规哪来十善业啊？没有十善业，那么你所修的无论出家在家，你修的是福报，你修的不是功德，是福德啊。福德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轮回啊，但是有福，无论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报，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福德好修啊，功德可不好修了。
佛门有一句谚语，说火烧功德林，那再跟你说的清楚是，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我们佛门虽修不到功德，一发脾气，你所修的功德就烧得干干净净。啊，所以你要说你功绩累了多少，你就想到什么时候没发脾气，到现在这一段时期你修的功德在。啊，你发脾气那一段完了没有了。如果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就一生的功德全部断了，你一点功德都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讲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了。啊，叫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们先讲病毒，最严重的三种病毒。啊，你看你贪心重，魔鬼道。啊，嗔恚心重，喜欢怕发脾气，地狱道。愚痴就是邪正是非正妄，好歹都不能辨别，畜生道。啊，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一因呐。戒定慧就是对治三恶道的。啊，戒对治贪，定对治嗔恚。啊，慧呢，对治愚痴。啊，佛教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就不堕道了。那么你修的福，在人天两道享，好啊！啊，人天福报啊！啊，可是人天福报，人上品是神，人是中品是神。啊，那我们起心动念与实相相不相应？啊，真的相应，真的相应是在行持上，不是在口头上。啊，讲得好没用啊，不能自度啊，要做到，真正做到。啊，从内心里面生出谦卑。啊，谦卑要怎么修呢？想想过去跟我一起同参道友，他们都成佛了，都成菩萨了，我今天还沦落在恶道里头，还在造业，惭不惭愧呢？啊，惭愧心生起来，才能做到谦虚，才能做到尊重别人呐。啊，祖师为我们做榜样，连蚊虫蚂蚁都尊重，为什么呢？说不定他来生到人道啊，他就成佛了，我还在六道轮回。啊，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不是不可能的。啊，他在恶道里的报尽。最孝敬又回到人间来了，人间再遇到佛法，如果过去生中他这个佛法底子很深啊，遇到缘呢他就接上了啊，你怎么可以轻慢他？一个蚊子，一个苍蝇，一个老鼠，一个蟑螂，说不定成佛在我心。如果连这些小动物你都不敢轻慢啊，你见到他都豁然恭敬啊，看到菩萨，我们对人就没问题了啊，对人才真正做到真诚恭敬
那我常常劝同学接受别人批评，人家回谤侮辱，接受认真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定不要批评人。批评人的人都是大善之士，真是救度众生，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真正大善之士批评人，他知道时界因缘，你的烦恼习气很重，你不能接受，他不批评。我跟李老师10年，这一点是我看得非常清楚。跟他学教的同学，我们跟他学经的20几个同学，里面有3、4个，老师从来不批评他们。对一般同学有批评，对这几位同学没批评。时间久了，我们就觉得奇怪呀。虽然不说呢，老师看出来了。没有人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几个为什么不能讲他？他不接受。你这一说呢，脸就红了。那这样他不能接受你常常讲他，就给他结冤仇了，他会怀恨记恨在心，那以后就搞成冤冤相报，那大错特错了。能接受的要批评他，要说他，他能改过，他会感恩的，不能接受的绝对不会批评。但是要知道这个社会大众真正愿意接受的太少太少了。100个人里头，1个人都难找到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又不是真正大善之士，哪有资格批评人？所以凡事随缘好，小心好，谨慎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真正聪明人，真是上上根人。就像莲池大师所说的偶业大师，不是莲池大师，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很满足了。这个对呀，向上的品位不容易修啊，同居土下品下生不难呐。造作极重罪业能够忏悔的人。所以我们信守祖师这一句话。这一次我在杭州还特别到这个偶业大师道场去看，他老人家的坟墓还在，我们去拜了。所以这个问题完全在自己。自己有高度的警觉，要常常读经听经，不读经不听经，很容易有迷惑。这个是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天天接触经典，不行啊。旅行当中虽然不能讲经。我讲经没中断，我接近客人，一个也好，两个也好，跟他们所讲的全是经教，这讲经没中断，只是不能在摄影棚对他中讲经，那就个人缘分不相同，所以自己读诵，劝人是劝自己。自己
得十分之八的利益，别人只得十分之二啊。苦口婆心劝人呢，利益大部分的利益是自利益啊，自他虽然是宝啊，确实自利的成分多。第二个小题呢，他说在摄影棚里面讲经啊，固然可以通过网络兼善天下，但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摄影棚和网络远程教学的场，这个道场很少啊。而有心说跟随师父学习的人呢，很多啊，怎么能满足大众的需要？这就是个人缘分不同啊。虽然缘分不同，如果真想学，决定得到三宝加持啊，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佛所发的愿，没有一个愿是空愿啊，句句话都是兑现的。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我们要相信啊。没有好的老师，我天天求佛菩萨保佑，只要是真心诚意，他就真的遇到高人。那这不舍一人吗？如果真心想求，一生遇不到缘的话，就是那佛菩萨不就舍弃了吗？哪有这种道理？那现在我们这个道理通达了，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为什么呢？佛是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我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自信弥陀。我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来了，自信观音。那怎么会求不到呢？他怎么会不现钱呢？啊，就怕你求的心不真，不实在啊，或者夹杂着自私，夹杂着名利，感应就没有了。啊，要不然没有不感应的。啊，也总是要信得过。啊，所以现在人说老实话，不信佛的人太多了。一天到晚跟在我身边，不信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相信他自己的妄想，他不相信佛法。啊，这么多年来，我遇到很多灵媒啊，他们鼓励我啊。如果说我周边这些人的话，啊，说是我的弟子的话，我早就退心了。啊，这些灵媒来鼓励我，啊，他说真有人跟你学的，在哪里呢？在网络上，在电视机前面，真有，啊，不在法师身边，啊，法师身边没有一个。我相信啊，那还有呢？这就讲一般人说是迷信了，啊，其实不是的。灵界、九法界众生，我们在一起学习成就的非常非常多啊！啊，这个我相信。啊，所以我每天学得很起劲。啊，讲的也很起劲，原因在此。啊，我要不认真学，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我要不帮助别人，
不把自己所学的讲清楚、讲明白，我对不起众生。啊，这真干了、啊！第三个要题呢，这如果中国乃至世界有许多道场，啊，都采纳师父上人培养圣人啊、圣贤人才的构思，建立摄影棚，三年扎根，啊，圣年一门深入，每天在网络上分享学习心得。啊，而如果学者没有在师父上人身边，是否难免在讲学当中夹杂自己的意思？啊，这样的话，在网上不同的人讲的心得、体会会不相同，会不会造成志见纷纭不一，扰乱初学者的头脑？如何解决？这个事情没法子解决。只有个人讲个人的，那听的人呢，要有智慧去辨别。啊，这就是佛教我们的四依法了。啊，依法不依人。啊，一定是经典做依据。啊，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一知不一识，啊，你能掌握住佛这个教训，就没有问题了。啊，最怕的是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这个里面就不能避免差错，啊，所以要理智。那么，终极的指导原则就是叫我们放下分别执着，这是这个最高的总的纲领。那我平常劝勉同学的呢，是六个字，这是入门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十六个字放下了，你就入门了。这十六个字放不下，没入门。啊，没入门，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处去讲呢，道听途说。啊，古人有这个德行。啊，不敢随便说。现在人呢，说的都多分呢，都落在名闻利养上。啊，那么总是还是要受报啊，果报啊。啊，但是啊，闻到佛法总有好处。啊，他的罪报报尽了。佛法这个种子，所以金刚种子永远不坏。以后遇到正法的缘，还是继续在修。啊，实在是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也是过去生生世世的弟子，这一生碰到缘了。那遇不到缘呢，那就来生后世有缘就有接上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这些事实真相呢，要知道。要清楚啊！如果不愿意搞轮回，轮回实在是很可怕、很苦、太复杂了啊！我们想在今生一生当中成就，那就必须把这个舍得干干净啊！要知道这些缘对我们来说没有好处啊！我们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他老人家一生啊，都是劝人为善，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
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有贪嗔痴慢。我们讲这十六个字的时候，他一个字都没有。啊，这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道场建设的问题，它也有三小题。第一个是祖师大德说，佛门以无私为心上，而道场如果外来参学的很多，是否会扰乱常住中的清修？是否应闭关不接待？哎，还是有更好的方法解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啊，古时候，寺院丛林是学校。啊，而且是专科学校。啊，他因为这个道场的道风、学风都是一门深入。啊，道场里面的群众就是修行人，不接待客人的。接待客人是谁呢？知客司。知客等于说他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完全是附带接待客人。啊，不过从前客人不多，树道场都建在山林里面，距离这个村镇呢都有相当距离，啊，总得有五里十里路，而且都是要爬山，不是真正虔诚慕道的来参学的，他不愿意上山，而且山上生活非常清苦。一般人受不了啊！啊，到山上没有特殊的待遇啊，谁愿意去过这个苦日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道场是旅游、参观旅游的圣地游客越多越好，这个香火收入多啊。他心不在道上了所以你就晓得辩光大师教导我们，真修行人见小毛棚20个人，不要超过20个人，个个成就啊。你要搞这么大道场干什么建立一个在小地方根本就没人知道随缘不攀缘，旁边有一点土地，自己可以种菜，自己可以种粮食。我们不能种稻米，不能种大麦，可是我们可以种花生，可以种马铃薯，可以种玉米。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做主食。都可以的，再弄一点素材，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澳洲，就是自己种植，真的要遇到灾难了，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这个的田地里面生产的，这些蔬菜果实啊。够我们道场的这个生活我们估计这个菜园里面种植可以供养300个人，那我们现在道场不到100人种植要跟农夫学。我们请附近的农居给我们把这个地开辟起来，我们向他学习学会之后呢，我们就不必依靠他了
啊，这是中国古人的思想的根毒专家了，要自己动手啊。那么现在这个道场，我好像是在8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回国啊，到北京去访问赵普老姐姐，我们很有缘分，那说起来都是同乡。第一次见面，他接待我们就用4个小时啊，就当时跟随我的有十几位同修啊，里面大部分是香港同修啊，他们听到的很惊讶啊，破老接见一般客人呢、都不超过30分钟啊，他请我们一起吃饭啊，父亲两个都陪着我们啊，我们聊了4个小时啊，我就谈到现前这道场的问题啊，在中国这个道场都是古迹，又是几千年几百年的这个寺庙啊，观光旅游啊，他决定不会放弃这个景点，他一定要来参观，所以那就是换句话说，这些道场不适合修行啊，不适合修行，干脆就是开放做观光旅游，机会教育啊，观光客就是信徒，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解佛法，让他们种一点善根，这多么好呢？那不必讲一部经，讲个专题，或者经文里头摘录一小段，讲几句。他们付的这些费用，到这旅游付的费用是，这就等于交学费了。他也真学一点东西回去了。真正佛法呢，要重新建道场。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所以不要建很多道场了。我给普老建议建10个道场，啊，中国佛教10个宗派，一个宗。建一个道场，啊，不要再建宫殿式的，建什么呀？建学校。啊，我跟他讲呢，模仿外国的大学城，啊，他那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市，啊，分成2个部门，一个是研究的部门，啊，学院，啊，像我们净土宗净宗学院，一个是修行的部门。净宗学会啊，名字都改掉，改成现在的名字啊，学院学会，不要用寺院庵堂、啊、让人耳目一新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他老人家很赞成啊，很欢喜啊，是吧？我们见面时他年岁太大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是确确实实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啊，也要把它做成现代化了。那真正小规模修行的啊，那确实净土宗少。啊，印度讲这个方法非常之好。啊，那我这么多年来普遍都是这样介绍啊，小道场2-3个护持的人就够了啊，不接待任何人，关起门起来念佛听经啊，每天能够听经4个小时啊，不要听得很多很杂，也不行啊，听无量寿经，一遍听完了听第二遍，二遍听完了听第三遍，听100遍听1000遍，越多越好
啊，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叫真正道场啊！这个道场啊，佛菩萨加持啊，龙天善神赞叹啊，护法神照顾啊。这就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啊，大道场适合于戒淫大众，机会教育第二，他说道场念佛堂内大众常念佛起，在念佛中这个间隔听经，应该是专听师父上人讲净土经论，还是先以蔡老师的幸福人生和弟子规听起。佛法里头有两种人，第一种呢是上智与下愚，他们可以不必听经啊，上智是一闻千悟啊，他一句话两句话他就明白了啊。下愚你怎么讲他也讲不懂，但是他有个好处，老实，你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就一生念到底，他真正可以做到不夹杂、不怀疑、不间断啊。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至少有60%-70%的人，甚至到80%的人都属于下愚啊。时间多年，多少时间呢？3年真往生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时至不生病，真成功了啊。所以老实比什么都可贵呀，老实人难呐。啊，那么绝大多数99%吧，上不上下不下，叫中根人，中根人是最难调的啊。那么世尊49年讲经说法，就是为中根人啊，为上根人不必。你像这个慧能大师，上根人啊，一堂课啊，顶多过把小时就解决了，他就成佛了。那下下根人，你教他顶多3年，他念佛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了啊，是中根难啊，他烦恼习气深重，意见很多啊，所以佛才49年为这些人讲经说法。那么既然是中根，一定要循规蹈矩啊，你得听话了。循规蹈矩怎么样做呢？那一定要持戒啊，跟我们讲了3个原则：持戒、修定、开悟啊。那我们今天想学教，对经教很有兴趣，对戒律没兴趣啊，不想学戒，那就没法子了，佛也无可奈何。你要想成就的，那你到哪一生，你真正喜欢持戒，你那一生就会有成就。你要疏忽戒律，那你那一生不能成就。啊，还是阿赖耶识里面
种点善根，结个法缘。这要懂啊，那要持戒呢？佛教我们呢，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小乘是从人天讲起，就是先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佛是人中最完美的人，没有一丝毫缺陷的人。啊，那么这个事我们就想到，在中国，祖师大德们，啊，唐朝中叶以后，舍弃了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啊，所以说儒释道的关系是一家，儒释道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学佛要扎儒的根，儒是讲人伦。做人，你人都做不好，你就不能做佛。道是讲成仙，也要先做人，人做不好，怎么能做仙？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啊，儒是做人的根呐，第一个根。啊，所以同学们呢，要认真把《弟子规》做好。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我要要求别人做，错了。啊，为什么呢？那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要要求自己做，对别人客气，对自己不能客气。啊，弟子规做到了。弟子规第一句，父母呼应勿还。我父母没在呀。那别人叫我，我就可以慢腾腾爱理不理的。不是。他是举例子。对待一切众生要对待像父母一样。啊，我如何孝敬父母，我就如何孝敬一切众生，这在大乘佛法里头有，菩萨戒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那我们把一切这个男子女人都看作自己的父母。我们那个心孝心才能做得出来啊！孝是一切法的根基，根本的根本啊，是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啊。孝敬达到极处，是在佛法。佛法讲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我们看到一个苍蝇，看到一个蚂蚁，看到蚊虫，也像看自己的父母没两样。谁做得到的？给诸位说。虚脱环做到了，虚脱环是刚刚入门，小乘初苦啊，在大乘呢，初信位的菩萨，华严经讲实信，初信位的菩萨做到了啊，那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没有到初信。也就是华严的门未入进去
啊，实信是华严小学。啊，摄住是华严大学。啊，这些经教我们不读不学，怎么会知道？啊，然后你就回头想想看，你是学佛多难，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恭敬心？啊，这种恭敬心跟诸位说是信的。你要是觉悟了，你就是这样做法，你跟诸佛没有一样，是有差距的，完全相同。自信的流露嘛，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是自信变现的，啊，自信弥陀，自信菩萨，自信众生，众生里的蚊虫蚂蚁，自信蚂蚁。自信文中跟自信弥陀、自信观音是平等的，一点差距都没有。啊，我们不是这么多年在教下的熏习，不懂。我们讲给初学人听，他们听得怪怪的，他也不能接受啊！哪有这种事情？这是胡说八道！啊，云飞圆动怎么可以跟我父母相比？怎么可以跟佛菩萨相比？他说我们胡说八道！啊，幸好这话是佛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们说不出来，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啊，终于对佛陀这些话了，听明白了，相信了，不怀疑了，也认真学习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苍蝇，看到小虫，我们合掌小菩萨。决定不会去伤害他。啊，我洗澡在浴缸里面放水，看到浴缸里小虫，我就不敢放水。先一定和尚跟他沟通，小菩萨，现在我要用这个浴缸，请你离开。那他走了，我们才能放水。啊，不可以伤害他了。啊，那个小虫比蚊虫还小。所以我们从小没扎根，现在扎根是必要的。啊，可以同时下手。啊，每天我们用一半的时间做这个扎根的教育，学这些。一半的精神呢，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听经，来念佛。要特别重视扎根教育，啊，扎根我们是四个根的，啊，出家的同学，啊，《弟子规》、
决定不能疏忽。要知道，没有《弟子规》，你一生的努力，最后都等于零。啊，要想成就，这个根是第一重要。啊，千万不能够疏忽。啊，有这个根才有佛法，没有这个根，不但佛法都没有了，人天法也没有。啊，《弟子规》是人道啊，《感应篇》是天道啊。啊，道家讲成神仙的。啊，上品是天仙的，啊，十善业是佛道，啊，沙弥律仪是僧道，啊，真正想把道场兴旺起来，你不扎这三个根，你做不到。啊，这三个根砸到了，你的道场自自然然兴起来了，不要你操一点心。为什么呢？护法神把你兴起来，护法神是护法道，他不是护的人，你人有道他就护你，你人没有道他不护你。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一切随缘，决定不可以攀缘。啊，攀缘造业，造得很重啊！啊，随缘，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成就功德。如果还有分别，还有执着，是福德。第三，他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自知时日不多，一生求生净土，但听到师父上人讲学从《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开始扎根，产生困惑，是否放下原来修学多年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而从三个根学习。七八十岁的人不多了啊，可以说六十岁以上的也不必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或者专念无量寿经，或者是专念阿弥陀经啊，就能成就啊，什么都不要学了，什么都放下了啊，这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一生已经过去了啊，到了晚年了，想学也来不及了，不如把万缘放下，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你的戒心根基就具足了啊，把一切人呢都看作阿弥陀佛一样，我怎样恭敬阿弥陀佛，我就如何恭敬一切人啊。如果你念佛啊，诵经还有贪嗔痴慢，那你就错了啊，学弟子规也来不及了啊，一生的毛病习气已经养成习惯了啊，所以彻底放下啊，学印光法师的教诲啊，只有一个念头，我明天就要死了，我还想什么啊？所以印祖告诉我们，年岁大到这个时候，
把死字贴在额头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榜样。我去参访过灵岩山寺，到他老人家官房前面磕过头，我看到他自己的念佛堂比我们的摄影棚还小，大概只有我们摄影棚这个面积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地方，不一小地方。他的佛堂只有一尊佛像，塑的佛像不高，就这么高，一尺多高，阿弥陀佛像。我看到一堆蜡台，一个香炉，一杯供水，旁边有个小木鱼，有个小磬，其他就没有了。佛像背后他老人家自己写的一个字“死”，他天天看到这个“死”字提醒，我明天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念头？万念俱灰也，一心向佛了，没有不成就。扎根的教育，我们是希望年轻的壮年的同学，你们还有时间，你们要护持正法，你们要戒淫众生，护持正法戒淫众生，没有三个根是决定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不是对老年人说的，对老年人叫他完全放下，这个都不要学了。下面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经书流通量很大，纸张这个质量不好，容易损坏。如果经书用破旧了，不能再用时，应如何处理？如果都风化掉，似乎太浪费木材资源，是否可以做回收处理？具体如何做才算恭敬如法？在现前这个时代，做这个回收是最好的方法。那我们因为是佛书，回收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包起来，把这个书包起来，包得整整齐齐的，交给这些回收的单位，由他们去处理，这样就很好，不要很散乱的、很马虎的，这是对他不恭敬，整整齐齐的包装好。下面是王璐同修的提问。第一个问题，这第一个，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应如何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不安全？这个问题实实在在的说，安全不安全不在身外，在内心，内心清净就安全，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安全，身心不清净那就没有安全地方。为什么大乘经讲的这么多，讲的这么详细，所以我们要能记住要能应用在生活上经上不是讲得清楚吗？
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啊，这一块大地要沉到水底下去了。你这个人身心清净，你能转这个境界，旁边落水了，你站的这块大地出来了，哎，变成小岛了，你不受这个能。啊，你有能力改变大地。啊，实实在在讲，大地发生什么样状况？都是人心感应造成的啊！众生贪心太重嘛，水灾来了嘛；嗔恚心太重了嘛，就火山爆发了嘛。现在讲这地球温度上升是什么？嗔恚心太重啊！所以学佛的人要知道，如果贪心起来了，马上想到。这个地球海水上升，谁造成的？我的贪心造成的。啊，一小小不如意，马上发脾气，地球温度上升。如果有这种警觉心，这是因果，深信因果，他就不敢了，他自然会控制自己。愚痴是风灾呀，心里面不平，共高我慢的地震呐、啊！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啊，我们相信，我们一点不怀疑。啊，为什么？他讲到。终极的原理，这个宇宙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人现的是心现，所现的是宇宙。能变的是唯识，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啊，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识变的，识里面有善恶，啊，性里面没有善恶，啊，就在十法界里面来说，四圣法界上面两层。佛的法界，菩萨法界，啊，他们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那是净土。啊，下面两层，缘觉法界、声闻法界，他们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也算是净土啊，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善恶啊。六道里面呢，那就是有执着，有执着它就不是净土，秽土。它有染污，染污里面有善有恶，所以善是三善道，恶是三恶道。这搞清楚啊，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啊？啊，这叫宇宙的发生，啊，现象的根源，啊，都是从心性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的本性本善。这个要知道啊，本性本觉本来是佛啊！你对佛菩萨不相信、不恭敬，佛菩萨对你
万分的恭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诚信恭敬是信德，见信的人，他的信德完全显现。他敬你，你不敬他，你为什么不敬他？你烦恼把心性盖覆住了，你的信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烦恼习气。凡圣差别如是而已啊！所以大家不要去找什么地方安全啊！你的心清净心最安全，你的善心善意最安全啊！所以看到天灾人祸这么多，你就要时时刻刻想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下面有14个提问是东北的一位居士提出来的。这请问的，人间所制造的武器，连鞭炮等等，是否也会严重伤害其他不同维次空间众生？因为有人见到，在鞭炮一响的一刹那，有很多众生被炸得血肉模糊，人们听到声音是炮声，可见他们听不到众生的惨叫声、救命声，能不能用什么办法不再制造鞭炮杀手？过界时人们都在高兴地庆祝，可是无形的众生呢，这个害得太多，都在喊救命，希望有人救他们。若是这些制造鞭炮的人，是否也有背负制造武器同等的因果？这个话要没有人提出来，确实我们大家都说过了。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们不了解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状况但有天眼通的人知道，他们看见了，他们听见了，他们接触到了，了解这些实际状况。那么在佛门戒律仪规里面，这些事情讲的很多。晚上吃东西喝茶，要小心，不要让这个碗筷有声音。为什么？饿鬼道的众生听到这个声音难过我。他们在饥饿当中得不到饮食。听到碗筷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非常难过。这个在戒律里头，祖师大德们讲得很清楚。能够时时刻刻为众生着想你比进入洗手间
戒律上有啊，为什么三贪止敲敲门？有众生在里面，我们要用洗手间敲门通知他离开，免得我们门突然打开，他会吓一跳。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磁场要是弱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吓一跳，感觉到一惊，那就是相撞了，跟他相撞。谚语所谓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鬼怕人比人怕鬼还要严重啊！所以如何保持和谐？如何保持着互相尊重？这都是品德啊！所以时时刻刻要小心，要谨慎啊！那么你是像制造武器的人，制造鞭炮，这都他们赚钱的，认为这是最赚钱的生意。我们没法子禁止啊，现在国家都不能禁止。用什么方法呢？只有弘扬佛法。让一般社会大众啊都能听到佛法所讲的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他们听了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做错了赶快改行忏除业障，这就对了。学佛的同学呢，要认真去做，要做出样子给别人看。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敬神，都免不了鞭炮。在民间认为这个鞭炮是礼炮是对神明的致敬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时候像战争甚恐怖所以佛门里面有钟鼓而没有鞭炮但中国习俗呢有鞭炮我们明白的是从我们自己道场做起，我们这个道场不放鞭炮有人要问，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或者写成这个短篇的文字发给他们，为什么不放鞭炮？第二，就有很多学佛的家中有电脑，电脑里面的游戏打出来都是打打杀杀的，而且都是魔鬼，真的把魔鬼引到家里来了。这些魔鬼都是仗道的，仗着家中人学佛。白天这些学佛的人走到外边，因为家里头有魔鬼，引进来外面的外道张佛道，自身没有办法走出困境，不以为自己做错了，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
许多在家学佛的同学，你们听到他这个疑问，你就知道了，你学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你家有无啊？啊，电脑是魔啊，电视是魔啊。啊，魔在你家里扰乱，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你怎么能得清净心？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好不看电视，不用电脑。啊，电脑只可以作为正常啊这个工作的工具。啊，不要用电脑啊去接受这一些资讯。啊，接受呢，那就把魔引到家里来了。啊，家里面有电视，我们可以放光碟听经、念佛。我们不要接天线，也就是说，这个电视只是放光碟用，外面的讯号收不到。啊，没有天线。那你家里面就是佛了，是菩萨了，就没有魔了。这个很重要。第四个题，他说有许多人学佛不明道理，被人拉着到处认儿女，搞帮派，破坏佛法，请问这算不算是自己学佛的魔障？将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情形我想可能有啊，在道场里面啊，真的有搞帮派，有认什么干儿子干女儿的，啊，甚至于在家人里头还认出家人做干儿子干女儿的，啊，真有这些事情。啊，这个错了，这是破坏佛法。佛法戒律里都没有啊，而且禁止啊，啊，所以这叫人情佛事啊，人情佛事将来的果报都在三途啊。为什么呢？他破坏佛法的形象，这个罪跟破活合身的罪是相等的。佛法讲等流罪，啊，你跟他是同等的，那这个罪是阿鼻地狱，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如果我们不懂教理，不守清规啊，用人情做佛事，哪有不堕地狱的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见到
多少万年之前的一位科学家，在火山口受罪呀，这么多年才能出苦，因为他研究的成果是破坏星球的，造下无边的罪业。现代的科学家也是在造下无边罪业，将来的果报是否招来更严重的灾难？可否请老法师开示其中的因果道理，帮助众生修？这个因果教育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果也就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桩事情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所以要不断重复讲为什么呢？大家忘掉了天下之后可以说下苦就忘掉了所以佛陀慈悲，一桩事情总是无数次的重复，一定要你真正记住了为止。你有没有真正记住、真正觉悟、真正回头？佛总是常常在提醒。这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要知道感恩的。一念不绝了，就是因了。能生万法，这就是果。所以因果什么时候有的？宇宙现前时候就有。所以谚语有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其实因果哪有不空的道理？万法都空了，因果也是万法，怎么会不空呢？真的，它报应不空，就是冤冤相报啊。这桩事情，它不会把它都不会断掉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有约束了。报应感应在起心动念之处一个善念，不要以为是小事；一个恶念，不要以为人不知道，只要你动念，这个波这个心的这个波动就变法界虚空界瞒不了一个人你所瞒的愚人愚痴的人他不知道觉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如果在佛法上来讲，这大家能信得过的虚陀环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再说的肯定一点，你没有怀疑的四道汉二果
二果有四种能力恢复了：天眼、天耳、他心、虚命。他心是别人心里的起心动念，那个波他能够受得到。啊，那二果以上的人，你说有多少？无量无边呐！啊，初果只有两个，恢复两桩，啊，天眼、天耳。换句话说，他看见了。啊，为什么呢？心里一动念就有相。啊，你看中国人写的“想”，思想的“想”，想是什么？心里都有相了。啊，一有动念呢，相就出来。想一个人，他这个人相就出来。想一张寺，寺的相就出来。那想一个地方，那地方相就出来。啊，他虽然不是，他看到你的相了。啊，你出国学的话，你跟他坐一起，你睡在说睡觉的时候做梦，你那个梦里相，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你醒的时候，他告诉你，他刚才看的时候，就是你梦里所梦见的。啊，所以他有天眼，有天耳。啊，那么再提升一级到二果的时候，他就有他心。啊，你心里想的时候，不必看相，他就知道了，知道比初果更清楚。所以你能瞒得过谁呀？啊，这是讲修仙人，除修仙人，鬼神都知道。啊，佛跟我们讲，鬼有五通啊。除了六尽通没有，其他的五种神通他都有，啊，但是都不大。啊，这个不大是，他突破空间维次不多。啊，大概一般只能够最低的人天这个空间维次，他突破了。啊，这是第一个，再大一点的时候，他能够突破地狱，能够突破欲界天。啊，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他那个天眼、天耳、他心、虚命，他都有。啊，还有神足。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帮助众生修，这是应该。啊，总而言之，记住一个原则，决定不能够伤害众生。这个众生包含到微生物。常常有爱护的心啊，有恭敬的心啊，常常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老祖宗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要把心量打开，要能包容别人。啊，就常常想到，你看敬佛门。你见佛门，天王殿头一个你看到弥勒菩萨，他就在叫你，就是叫这个。啊，要以慈眼看众生，大慈大悲眼。啊，要以度量包容众生，啊，他现在是
肚皮很大，心包太虚，两周杀戒，要常常想到，我们心量为什么这么小？我们的心量本来是包太虚变化界的，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原本的心量啊障碍住了，那变得很小很小了。所以放下执着，你心量大些了，就大很多了。再放下分别，就更大了。起心动念没有了，那就进步，变法界虚空界。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损害一切众生、利益佛法的事情呢，更不能做。那是造罪业。佛法是普度众生的，让众生受损害的时候，这不是佛法。这一点要特别小心。所以决定不能够用任何的手段去欺骗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提醒他，要他来供养，这错了。这个全都在偷盗罪。你看偷盗那一篇古人讲得非常详细。无论你用什么手法，明的也好，暗的也好，暗示他。目的是什么？希望他来供养。都是偷盗。所以供养那个福是什么？他真正从内心发出的真诚心。而不是外面劝导他。劝导他那是勉强的。那么你做的真实功德，他有福。如果你做的不如法，他有罪。他拿钱帮助你造罪业，他犯的是这个罪。所以佛为什么不见道场？我明白了。做道场，这个道场是没有道，那不就造罪业吗？不搞迷信吗？在敛财吗？你想想看，全是地狱罪业。那再想想印度的开始就正确了。我们真修道需要场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比不上释迦牟尼佛。人家身体健康。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他可以天天树下一宿，我们不行啊，没有这个体质。他一天一餐饭就够了，我们一天三餐饭，还饥饿，还要吃点心。这就说明我们的身体状况跟那个时候人比差太多了。那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共修也好，自修也好，总需要一个地方。那一个人修，一个小茅棚够了，简简单单。大众在一块熏修，人多开销大，而且现在的人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都是心浮气躁。
啊，烦恼习气都很重，人多了不容易调伏。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一二个事一时人呢好搞。啊，所以道场才真正得到清净啊，没事啊。啊，讲经20个人嘛，一个人讲19个厅，天天轮流讲，好啊。啊，这样大家在一起。修上个10年8年，德行、学问都成就了，离开可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有德行、有学问，哪个地方都会请你讲经，你就到处去讲。啊，怎么样能保持你自己不受染污呢？你不受别人邀请你做主持，不受这个长期的这个邀请，就没事。啊，我当年是讲经1个月，讲1个月我就离开了，你就没问题。如果你接受他请你做主持，或者他供养道场给你，那可麻烦就来了。啊，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要道场。啊，做一个讲经的法师，好啊。啊，自己有个小茅棚，没有人请的时候，回家来进修。有人情就出去，不接受供养，啊，就没事。接受供养，事情就多了。所以供养决定不是好事啊！都要认识清楚啊。下面一个问题，在地球上有许多休眠的火山，活火山，请问这些火山的复活、爆发是否与人心有直接关系？一旦火山醒了，后来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念佛人应该怎样做？念佛人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火山爆发了，如果自己在这个灾区不能够避免，正好往生。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好贪念。啊，我们所求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清净阿弥陀佛。机缘到了，该去了，你说多好呢？啊，所以念佛的心要坚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啊，即使是弘法利生的法师，也应该如是。所以在任何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啊，啊，不惊慌，不恐怖，啊，心是定的，啊，定有智慧，啊，这能解决问题。一惊慌，一错乱，烦恼现前就要往下堕落。所以这个火山爆发、地震，啊，所有的这个自然灾害，在佛法里面讲啊，与人心有直接关系。
底下一个问题是，许多人刻录讲经光碟，或免费供养，或贩售他人，但并不注意，不注重品质，有时刻录出80%的光碟都产生故障。请问，这应如何劝导这些同修发慈悲心，以较好的品质供养他众？这个提问很好啊。那么这些行为呢，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他刻录的目的是在功利，积功好利呀。他对于佛法不尊重，没有敬爱的心啊，他自己信佛不是真信啊，真正信不会做这个事情啊，不是真信。有啊，因为这宣传佛法了，功德很大了，不知道他造罪业，他不是在修结功德啊。你想想看，人家拿着这光碟去放的时候，放不出来生烦恼，你不是给人带来的法喜，你是给人带来烦恼啊！你不是在弘扬佛法，佛法清净法了，你是带给众生的烦恼法，这有罪过啊！你给别人烦恼啊，别人会给你烦恼，这果报吗？所以要很重视啊，重质不重量啊，品质一定要好啊。为什么呢？它能经久耐用啊。如果还有同学想用你这个光碟再去拷贝，行，可以做模带用。那这个就是真正信佛，真正尊重佛法啊！所以什么事情如理如法，这就对了啊！那才是修真实的功德，否则的话，不但功德没有，福报也没有。下面一个问题，所以有些学佛人花大笔的钱饲养宠物，喂养肉食，请问这样做是否入法？如何劝导他们把饲养的宠物的时间、金钱放在弘护正法、利益众生的事业上？这要他觉悟啊！要他真正对于佛法明了。所以学佛是一桩事情，明了又是一桩事情。学佛的人很多是迷信啊，什么是佛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学佛？听说学佛佛菩萨保佑他健康长寿升官发财，他就来了，他是为这个来的。那什么是佛？他一无所知。这样的人占的比例很大了啊！不要以为佛教徒很多，不多，你一筛选到最后没几个啊！所以这个才是佛在经上所讲的啊，得人生难，闻佛法难。那如果像现在这个情形，闻法佛不难了啊，光碟满天飞呀！
啊，现在这个网络卫星哪有难的？啊，可是你细心想想的真难。他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啊，依旧是自私自利，依旧是搞名闻利养。啊，甚至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大学毕业了。啊，他不到社会上找工作，啊，他到佛门来出家。为什么出家呢？他看准了这个行业好，啊，名闻利养啊，很快的就得到了。啊，居住的是宫殿式的房子。跟一般同学在各行各业比较，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一旦坐上了主持了，就跟小皇上一样。啊，吃饭的时候，你看前呼后拥，多少人伺候。啊，他们同学在社会上搞其他的行业，跟他相比，确实差很远了。他聪明。但是要晓得，他想的这个福报都是他命里的有的。但是在佛门里面想到想这个福的时候，他的亏值很大。他本来是有100年的福报，他在佛门可能10年就消完了。啊，福报消完了。那个罪报就现前了。啊，那是我彻底的破坏佛法。他不是来建立佛法，他是来破坏佛法的。啊，这个都是。佛法没有正规的弘扬，接触佛法的人迷信的多。啊，我在过去常常劝导这个发心供养的人要小心谨慎。啊，否则的话呢，你做的不是好事。你要让这些出家人因你的供养而生起贪心，啊，他们本来出家是学道的，是有成就的，你从他们发心把他拉回来，送他们到三恶道，你造这个罪业是阿鼻地狱罪业。啊，所以过去有人问我，这个发心在佛门做功德，哪一样最好啊？没有副作用，我就告诉他，印经，绝对没有副作用。人家拿去卖也好，啊，卖他有人买啊，买的人他一定读啊，这个没有副作用。这个主意不是我想的，印光大师教导我。你看印祖一生啊，四众的供养那些钱，他就做一桩事情，肯心掉头啊。他在苏州就用这个钱呢办了一个红华社啊，红华社在当时就是出版社。啊，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相当进步了，用签字排版。做这个事业。他没有拿去建庙，没有拿去做别的。
啊，遇到社会上有灾难的，旱灾水灾了，啊，老和尚也救济。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来。这就说明他老人家一生干的就是一桩事情，印经。这个做对了，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自己的衣食住行非常简单。啊，我们看看他官房就知道了。啊，所以我是1977年，啊，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经的场所是谭旭法师办的图书馆，中华佛教图书馆。我在那里讲2个月，啊，2个月之后呢，就转到香港。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继续讲2个月，一共讲了4个月，啊，讲了眼睛，啊，4个月时间不够啊，好像只讲了一半，啊，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看到收集红化社的出版的书，他收到很多，红化学的本子确实好，啊，校对很用心，错字很少，啊，印的纸张、印刷、装订，在那个时候都是很考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注重品质。老法师的理念，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书啊是让人长久保存下去。啊，我们看到老和尚传记，明白一生干一桩事情。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完全学老和尚。啊，我们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专门干这桩事情。啊，几十年来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印诵经书。啊，不做别的事情。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的问题，我想我们下一个星期再继续解答。